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浩哥开箱。我这个耳机是在2018年的10月1，不是10月3号的下午4点付的款买。然后当时这个耳机我也是刚知道，当时我听过一代和二代，并且我先听的一代，然后二代刚出来的时候我才去听，然后当时就种草了，然后但是只是。缺于这个囊中羞涩啊，然后就一直忍到了这个时候，也不叫忍，就是这个时候可能资金比较充裕一些，然后就想买一个降噪耳机。但是奇怪的就是啊，我也是很神奇，我当时一开始是想买这个飞利浦的 SHP9500S，但是这就是300多，然后突然心中一想，一下子一跺脚，那我就加到两千多。然后就买一个索尼降噪，一步到位嘛，是吧？然后这个呢是刚刚，顺丰快递取过来的。我呢是在，沈阳那个泡泡狼上面买的。话说都上车啊，我是第一批上车。这个价格呢我就不说了，我就是原价购买。然后沈阳到济南是一天就到了。好，我来开个箱。首先看下这个外包装，因为现在是这个广角，然后有些畸变，然后我稍后呢有这个，如果细致的话，我可以对到这个长焦这个上。然后这个包装还是非常典型的顺丰啊，顺丰的这个包装箱，看得很严实啊，只这一个黑，也没有什么这个都撕掉。哦，当然这都是这个不用很细致是吧？好，我们开始开箱。我们看到，伴随着这个纸箱的开启，一副耳机的整体的外包装的轮廓映入眼前。然后这个是一个泡泡狼的这个提示的标签。这个时候呢，序列号一定不能漏啊！啊，行。泡泡纸，我加了这个他的这个群，他在10月20号的左右的时候，这个箱还有这个泡泡纸已经到货了。泡泡纸是非常非常厚的一层，我看几十米吧。然后箱当时到了，可能到了一百，可能60。然后我先开始拿出来。这个箱子还是很符合这个索尼耳机的这个大小，包括这个外箱的泡泡纸。好，这个拿到一边。先来看一下，这个是我在一个教室里边开的箱，Sony。WH1000XM3 的一个 slogan，然后一些功能，它相较二代，少了两个这个，有一个是索尼 S Master 的一个处理的一个芯片，因为它内部的这个有一个新芯片 QN1，它内部集成了 S Master 功能。它同时也是兼容了 DAC 放大以及这个模功率转换放大的功能，所以它这个号称实现了有4倍的降噪功能的提升，但是体现在功能上肯定是没有四倍的这个功能。然后，但是它的就是处理的效率、速度、运算的功率要比以前要提升4倍。这个先了解清楚。是一个国行。国行，black 黑色，NFC，这个 Sense Engine
应该是触控的一种操作方式，LDAC 支持，这个跟二代也是也有，这个 DSEG 啊，索尼都有是吗？啊，高通的授权支持。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是国行，所以是简体中文说明。是这儿没有找到，但是它是 Made in 马来西亚。索尼的这个耳机产品都是，耳机是 Made in 马来西亚，还有一部分是泰国产。我们看主播，可能。马来西亚，这边是这个卡，这个卡有人说也特有用啊，但是这个 C4 的话它会掉啊。开始开箱，拆四模。我看了很多 B 站上有这个人四模，觉得它不够优雅，我觉得四模一定要完整一些，是吧？所以我不想看到它破裂的那一刻，所以我打算拿刀划它。完美的私募，这个呢是一种侧抽式的设计，它跟一代、二代好像跟一代不同，二代好像也是这样。好，马上倒数五个数，五四三二一，抽出来。好，这个箱子盒子，它不会再出现在视频里了，放一边。首先呢，是一个 APP，索尼官方的 Music Center，也就是 Handphone，不是 Music Center，Handphone，索尼 Headphone Center 的一个安装的一个推荐的一个指示，一个扫码也可以安装，在墙内也可以使用。但是我的手机因为被我精简掉了谷歌服务还有框架这些，所以它就用不了。以后呢，我得试一下，看到底可不可以啊？因为就是墙内。好，黑色版本配了一个黑色的包，它和二代的话，它这个是布的一种材质，仿布的材质，而一代和二代好像我记得是这个一种磨砂的，好像不是这样播的。哦，这个也有，这个可以用来放线或者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。一张索尼的保修卡，这些，这个我就不拆了。这个说明书，它索尼到全世界，索尼说明书都长一个样。这个说明书没有文字说明，它是图示，打开之后是非常大，这图示说明。当然，好多其他开箱它展开了，就这样，没有字是吧？没有字，好，空了，空空如也，没有了，里边。它原来是这样的，这个装的方式，它有官方有这个推荐是怎么装。这个我看，这应该是左耳，这是右耳。注意它的方式，它左面可以，这样90度翻折，而右面不行，只有这样才能装进去。一个3.5的一个音频线，
两端都是3.5的头，三节，也不是平衡头，线呢，表面是有条纹，应该不易弯折，不易这个打结，索尼线。卖的话，闲鱼卖，我开价可能卖200块钱以上。好，我相信看到这儿，大家已经不耐烦了，那我就拿出耳机。知道，我得说一下，这个是一个飞机转换头，坐飞机的时候可以用，但是我以前那会儿坐飞机的时候，它没有这个转换头这个座。注意不要插于电源。USB Type C 的供电线，充电线，也不知道它有没有什么黑科技万一有什么黑科技的话，用自己的线别给充坏了。就这个线。好，就这样。这盒子就这样。好，拜拜，这个盒子就再见了。就我拿过二代和一代的印象来说，这个三代，首先就是它的体积要比二代要小，然后它的耳罩更深，这个更软一些，这个蛋白皮的部分，更加亲肤，比二代软，然后也更加厚，包括这个地方，它呢这个弧度，叫二代的时候，它有一些收窄，朝这里面收窄。二代呢这儿比较宽，所以这个三代更改了，就是因为带的时候这儿会有空隙，三代就收窄之后可以更紧密一些，但是它这儿就会形成这个个头，所以它这儿也加厚了一些海绵。然后全身外表是没有，除了这个口，石英口是，一种可能是金属或者是一种电镀材质，而这个 Sony 的标呢是，打了一层，玫瑰金的一个漆，它不是反光的。然后这个是，亲肤的一种磨砂，类似于磨砂，但是它好像不沾指纹还好，不怎么沾指纹。这是 R，这是 L。走，拉近看一下。马来西亚制造，五伏，它官方推荐充电的功率是，1.5安以上的直流充电头。那它这写的五伏，那就是五伏1.5安以上的充电头。也不知道我那个魅族的 UP 0830可不可以给它搭配一下快充头？充电3个小时左右，应该现在刚拿出来，可能有的人是10%的电，有的人70%。我在他那个群里面，他都有人说，所以可能一会儿他没电，这都就是不可预测的。好，说完就这样。NFC 贴近可以识别，这里边呢是一种棉的材质，棉纱仿布，不是那种硬海绵是软的。然后再说一下这个单元，这个单元据称是和索尼，那个 M1A2 的单元是一样的，都是40毫米的多层，镀金属层的振膜。它这个我看拆的是没有这个斐格那契图列图形，可能这个低音方面也许跟一样，所以它就为四代埋下伏笔。我觉得四代肯定是格栅会更改一下，挤牙膏嘛，要不然明天怎么录是吧？这儿有序列号，这里边好像也有一个，这里边有一个号，2018DJ4344，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读 UR 了。自己可以拿到，可以自己看一下。好，开机。耳机，线缆的插入口，还有这个这儿这个电源键，这个是二合一的一个键了。三代是有3个键，还有一代也是3个键，它是有降噪。还有环境声二合一的一个按键，
首先开机，看有没有这个提示音。好，现在他说蓝牙配对，这个国行的语音是普通话国语，但是日本、台湾、香港还有美国、澳大利亚，全球的除了中国都是英语，所以是国行有这个小的一个差异。再按一下这个二合一的键，听一下环境声，环境声。环境声音控制关闭，环境声。降噪。环境声，环境声音控制关闭。这口音是有人说像大妈音，我觉得它不像大妈音，它是台腔，有股台湾腔，也还是也不是很难听。有些可能要刷，然后外国固件的话，我觉得没必要，一是失去保修，然后二呢，它这个刷失败容易成砖是吧？耳机成砖。好，相信现在就这样，连个手机。这样子，拿了一个中兴努比亚 Z17，配对一下 NFC 配对，NFC 测试开始，首先开机，好 NFC。好，看手机上提示了这个，我们是正在与 WH1000X3 配对，接受吗？配对，已连接，好，音量提示，没问题。好，我们放一首歌。沙漠骆驼送给 B 站的各位，或者酷安的各位基佬们啊，来听。最大声啊！然后这个有这个切割的功能。声音调小一些。它是在右边啊，往下滑一下。好，滑一下，切歌，换歌，不限。这个当外放也还可以，外放也不错。这个据说是低音更沉一些，然后高音在那个1000赫兹左右，它没有一个下凹。它补足了这个1万赫兹的这个缺点，它曲线我看过，它是更平直一些，然后高音，没有突然下降的部分，它更延伸，没有那个图线曲线我找不到，我倒看过。好，我们再换一首，这是 right，行吗？好像双击是暂停，对，暂停。
双击开启播放。对，然后如果开启环境音的话，这个捂住右耳，对，它会暂停。捂住，它暂停。这个时候呢，如果是开环境音的话，它会拾取外边的声音，防止这个不安全的情况产生，也是一个很人性化的一个设计啊。我们暂停。这个呢是支持 LDAC 的接收啊。这个手机我看一下支持啊，这是7.1啊，抱歉是7.1，7.1没有 LDAC。目前呢就先开箱就开到这里，因为我的这个手机，我现在拍的这个它是8.0，而这个是支持 LDAC，但是我如果拿下来的话，这个视频就拍不动了，所以后续的这两天会有更多的人去开箱，是一个大量铺货的一个过程，人都收到，我相信开箱的会千姿百态，各种方面方方面面都会涉及。那么有想买或者有意向去了解的小伙伴呢，可以去多看一下。那我呢，就是看了一些，因为它好多开箱或者所谓的开箱，它没有详细着重介绍这个国行语音的部分，所以我今天就着重来补充一下。好，然后这个降噪，我这儿没有人头，人头录音录不了，就是当时想录一下这个原野之庭的这个。看能不能啊？优化开始。这样子，啊，こういうこと失去外界。二ヶ月前ここに入るまで、俺は知らなかった。环境声。制服の裾を濡らす他人の傘。誰かのスーツに染み付いたナフタリンの匂い。背中に押し付けられる太陽。顔を吹きつけるエアコンの不快な風。啊，看来这个还是不行。这个手机上有漏音，它是一个，就如果降噪有这种一个气压的气合，这是漏风，所以它就测不了。啊，关机。好，那就先这样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我们下次再见。